到新台湾新闻大道，今天另外一个议题是检察总长陈聪明哦，今天到立法院备询，而几天前就扬言要这个单挑陈聪明的立委邱毅，今天一早就磨刀霍霍了，他上台质询的时候，矛头就直接对准陈聪明穷吹猛打，扁家的巨款为什么迟迟都还没有汇回来，而且呢还和这个喧腾一时的总长于赤焰，陈聪明呢今天是首度为此鞠躬又道歉。再度遇上检察总长陈聪明，立委邱毅当然不放过算旧账的机会。你是对我说谎，你是骗我，你是在国会的质询台上，在国会的殿堂公然对我说谎，你要不要对我道歉？我现在在这里公开向委员道歉。好，好，那这件事我们就暂时先过哈。陈聪明鞠躬加道歉，旧账清了，但邱毅的炮火没有因此停息。为什么没有对陈志忠采取任何积极的作为，还跟他玩了十个月的认罪协商的假戏？报告委员，关于这个司法互助的事情呢，我们都是透过这个外交单位啊来处理。事实上这个司法互助呢，本来就是说一句坦白的话，只能做不能讲。别案话题陈聪明说得很坚定，板着一张脸坐回位置，但蓝营立委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总长。有没有去要嘛？有没有去要嘛？我向委员报告，这个就是说我们牵涉到这个司法互助的，大家这个规按照这个司法互助的规定呢，我们不能对外公开，对不起，不能回答，只能做不能讲。陈聪明似乎也学会了子弟兵陈玉南最牛的发言方式。中央新闻张丽玲、邱如台北报道。好，现在很多的话陈聪明说只能做不能说，而他今天的道歉动作又该怎么去解读？他真的认错吗？胡大哥，你要问我，我觉得道歉就结束了这也没什么好谈，因为这是邱毅跟他之间在国会的对应。其实道歉就道歉结束了，我也没什么好评论的哈。只针对这个司法互助啊，我希望陈总长哈，因为他领军，其实当然不是总长，因为这个司法互助是要透过法务部的，总长也不能直接司法互助，所以这件事，我倒希望王清峰部长要更认真来思考。因为我自己啊，因为我过去，因为陈信仪告过我知道，司法互助不是检察官能做的，是透过部长，但是那时候的那个部长是司什么忘掉了，那个叫什么司哈？司茂林。哦，司茂林，我透过司部长，司茂林拒绝，因为我是请那个，因为一个。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他同意我要求司法互助，因为我要求调查陈世忠、陈信仪在美国的账户，那法官同意了，一审法官同意了，一个女法官哈。但是我们新闻给我们就透过台北地检新闻给法务部，司部长用他的名字打回说他不做司法互助，他也等于是没有回应了，说拒绝司法互助他说这牵涉到隐私权，所以这司法互助我觉得还是归结到王清峰部长，所以我希望司法互助真的能做了。那至于是不是只可做不可说，我不知道了。我昨天在这轮节目我就这样说了哈，就是我觉得特侦组可以更主动积极一点啦，更主动积极说，因为蔡守训法官在他一审判决里面已经对陈忠有所，就是说也移送嘛，就是说希望特侦组继续侦查嘛。那我觉得至少约谈的动作要有了，就你越把这个真相，因为威格林这个事啦，包括这个七章这个。几张的那个话文里面都是陈世忠主动的，他指控特侦组隐匿证据的时候，其实这对一个公权力机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衅。我昨天也在讲，我说啊，如果让我相信特侦组，相信陈世忠，我当然相信特侦组啊，因为我要相信公权力，我不可能相信一个被审判一个而且一再说谎的人嘛。所以我希望，我是主张要如果陈世忠继续不合作，收押的啦。当然这个易宏兄是不同意的，但是我认为至少约谈动作先做。把真相搞清楚，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七张什么什么话文证据丢出来？为什么说我是隐匿证据呢？总要找来问嘛，人与人之间都要问清楚，那更何况特侦组应该针对这个事到底有没有隐匿证据？我希望讲清楚。同样，司法互助也不是检察官的事，我觉得王清峰部长是不是更主动一点？好的，刘大哥怎么看？赞同这个？陈聪明道歉，他其实。在法务部调查他于赤焰的真相调查完之后，法务部就要求陈聪明向全国人道歉，那陈聪明也道过歉了，也已经表示道歉。那今天邱毅要说我咨询的时候你欺骗我，要不要道歉？当然要道歉，你说了谎当然要道歉，所以陈聪明今天道歉我觉得很好，理当如此啊。那司法互助呢，陈聪明今天讲的是透过外交单位了，
那我所了解是啊，也外交单位当然是也要透过法务部跟外交单位联系，但是特侦组还有包括高检署，他们其实是私下检察官也要透过他们自己的管道在进行不可告人的司法互助。有怎样叫不可告人的司法互助？就是因为你说像庆喜人道瑞士，还有以前办拉法叶案的一些检察官，他其实都有在协助特侦组进行他们自己私人关系的司法互助。因为名称上来讲，我们没有正式的司法互助的管道，但是有没有在做司法互助？有嘛？这是跟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有没有在进行外交工作？有。所以那我所了解，甚至司法去到瑞士，或是跟瑞士检察官那么私下往来，有些经费是的，还不是特侦组出的，特侦组有时没有经费，法务部也没有经费，是高检署帮忙出经费的，所以他这个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讲的。那我所了解说，那12.5亿有没有冻住？冻住了，但是真的被冻住了。这是透过，其实是透过私人的管道去设法把它冻住的。但是呢，正式的文有没有来？没有来。所以有很多东西哦，很难说了，很难说。那重点是钱要不要回来嘛？钱要回来是回来对谁有利？对陈志忠有利啊！不回来，你如果不回来，陈志忠就负法律责任嘛。那你想减轻一点，你就想办法回来。那你说特侦组还有华务有必要帮你陈志忠去向瑞士要钱吗？有些东西敲锣打鼓要，反而要不到。所以有些东西我所了解是他们是有难言之隐。好，真的是有难言之隐吗？辉文哥怎么看？刚前面一段主持人讲说那个洪建议议员有没有去踢那个门啊？他说忘记了。那陈聪明总长在上个会期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他讲说你有没有去过新同乐？邱毅那时候问他你有没有去过新同乐治愈室？陈聪明我没去过，还第一时间说我没去过哈，显然也是忘记的哈。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啊，我们的中华邮政就那时候的台湾邮政转存100亿啊，转存到薛林啊，那个民进党那个立委薛林的阳性银行100亿。问交通部的次长，那时候是何暖轩，问中华邮政董事长，问他说：“谁叫你转存100亿去？”他们两个也是忘记了，所以大家都喜欢讲忘记。那鱼翅宴哈，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也去吃哈，法务部行政调查问他说：“啊，你有没有跟陈聪明总长吃过鱼翅宴？”他说：“我忘记了。”那是鱼翅，那不是肉肉饭呢。你别说，你我长吃肉肉饭，吃排骨饭，没记准说啊。我没有吃过鱼翅宴啊，如果有人请我去一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啊！啊，我请你去吃，一辈子忘不了，一辈子忘不了啊！一辈子忘不了、吃卤肉饭我就忘记了，卤肉饭的点点加，排骨饭的点点加，都没给你料料了哈。所以我感觉这个代志中太多的问题了哈。你讲像洪建宜，昨天也有人送花、对不对？王定宇也有人声援啊，郭冠英也有人声援哦。主持人，我稍微离题一点点，我讲一下这个人哈。这个人啊，就是立法人叫费鸿泰哈。这位是个教授，叫李永清李教授。他说啊，谁是汉子？上次总统大选前，就2008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哦，去维新馆踢馆的那几个人，其实也算是汉子，尤其是费鸿泰。李教授，你标，因为你这篇我从头看到尾哦，我也不知道你在写什么哈、这个怎么会叫汉子呢？你笨到跑到人家的竞选总部去亲门答吼，是没有踹玻璃，是没有踹门，这样叫做汉子哦。汉子为什么要道歉？汉子为什么党权要停权？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估计的，我是给大家讲，你蓝绿吼都有意识形态，郭冠英也有人停啊，王定宇也有人停啊。就是你说洪建宜有人停，我一点都不意外。我那是几个？就大家都有大家的意见跟观点呐、这个我是不同意你讲的，这不叫意见观点，这个叫偏执啊。就是你只要是蓝的吼，你就算为非作歹我都挺你啦，因为你是蓝的啊，你是绿的啊，我刚好也是绿的，你做怎么样我也要挺你，这不对啦。那不要分蓝绿，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跟那个你那得标准起先，而不是说因为你是蓝的啊，我刚好也是蓝的，你没关系，这个我比较那你那这么小会乱起乱的家，这个没盖哦，短期之间是无解的。好，我们现在差不多一个现场的一个最新状况哦。这个事件大家应该都很关心的是，319事件有可能会翻盘吗？而且就是陈聪明刚刚所做出的这个一个访问的回应哦，他说这个访谈秘密证人哦，发现跟当初的调查报告有出入。整个最新状况，我们连线记者黄安晴。
好的，319枪击案今晚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在许多蓝军的支持者里面仍是满腹的疑问哦。而今天在立法院有一个惊人的发展，因为今天检察总长陈聪明呢在被询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其实他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在访谈许多秘密证人，还有访谈过吕前副总统还有这个李昌钰之后呢，发觉呢很多事实跟当初的这个调查报告的确是有出入的。我们听看稍后访问访谈呢，这个李前副总统，还有也请教再度请教李昌钰博士，还有陈义雄的家属。本来我们是要把这个陈义雄的这个骨灰呢，来这个做一个再度做一个化验啊。那这方面我们也跟这个华裔研究所这边呢商量好，但是后来现在就是这个陈义雄家属又有意见，那我们一直在跟他商量。他有什么意见呢？他原来是同意了，后来又变卦哦，后来又变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访谈了一些这个秘密的证人和秘密的证人，就是关于这个枪支的部分呢，我们也访谈了一些秘密的证人。那这一部分是有跟发现跟以前的这个状况啊有不同的这个状况，那这部分呢我们正在仔细的这个调查当中。另外呢我们也还发现跟以前的调查状况啊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出现。那这个当然因为这个案件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总之向委员报告，我们是一直积极在进行当中。像到底有哪些出入呢？陈聪明并没有明说，不过呢他的确特别强调说，在访谈很多这个秘密证人在枪支这个部分的时候呢，的确和当初这整个调查报告的确是有出入的，也让整个319枪击案会被翻盘平添变数。以上的立法院最新状况，现在把现场交给棚内主播。好，谢安婷，我们看到今天319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翻盘？陈聪明刚刚做出一个最新的说明哦，他表示现在证人的说法跟过去的报告是有一些出入的，这个翻盘的可能性真的高吗？沈大佬，这个我想今天他所讲的大部分都是旧闻了，好，那到底说出入有多少有多大，只有这么一小段新闻我们无从知道，所以翻盘与否言之过早。我要回头来讲，因为易宏跟陈聪明是很熟的，那所以他今天道歉的那么毕恭毕敬，易宏说这个好，大家都晓得，在节目里头的来宾呢，我算是对陈聪明最宽的，我从来没有骂过他，但是他今天说假义气是小事了，我必须讲，但是呢，做一个检察总长在国会殿堂为了这个小事说谎道歉就没事了吗？这个其实我不同意。检察总长不管什么事情说谎就是不对，不是一个道歉可以处理的，真的马来西亚发起来。那你觉得该怎么处理？没让他处理来，对那个我是不屑了，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道歉两个字可以处理的掉。还有第二个呢，我对特侦组也是最宽松的，我从来几乎不骂特侦组。我维持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外人恐怕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恐怕我们都到底陈志忠跟特侦组交换了什么情报我们也不知道，特侦组有哪些难言之隐能做不能说，他今天就是一句能做不能说挡掉很多委员了，那委员都很怕阿公能做不能说打成点点点嘛，本来就不能说怎么说呢，能做不能说打成点皮嘛。好，那他能做不能说的话就表示我们来宾有很多是纯属臆测嘛，纯属推论嘛，对不对？所以说到底有下规定去不？下了是有结果不？下了到底今晚有动机不？我们都靠这个消息灵通人士刘义宏先生哦，你们不要这样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我压力太重了。除了你以外，其他人都是猜的嘛。那猜的，我也是猜的。如果就做节目的立场讲，我没有意见，但是大家不要太当真。他也是猜的，大家不要重而已的。大家不要把太多的情绪投资进去。你知道，尤其是晚上听了以后，有些人说我哪不看那个，我哪不看那台，我回去没睡觉，我觉得这是不好，长期下来对你的精神健康有害。好，刘大哥，有没有什么苦水要？我同意沈大佬讲的，有些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平面媒体的报道或者电视上一些讲的话当然是我也是猜的，只是我猜的比较准而已猜中而已这个。
真的，假如听他们在那边讲哦，你真的就沈大佬讲的，对你的精神状态是不好的，因为那个哈不是很确实，然后刚开始的事实就不是很确实啊，推论越推越歪，就鬼弄鬼做歪理嘛哈，那所以听听就好了啦，对报纸有些报道，还有电视有些评论哦，听听就算了。天天都有赛，你不要在那边很激愤的。我马上再补充，我马上再补充一下。我要向全国观众哈提醒了，就说报纸也好，周刊也好，因为出版的压力，有些东西哈根本就是无事生非、无中生有、纯实捏造。这款以我的程度了，这款我才讲这无信呢，这款你才讲这假。哦，我不同意啊！甚至呢，晚上还要拿出来讨论好几个小时。我跟你讲哈，这个其实是制造乱源。所以有人说，台湾的媒体业是制造业，真的就这个事情来讲，是名副其实。郑老师有点不太这个误导，我还没讲完。我刚刚没有讲完，鲁迅，我就刚刚讲完，还没讲完。我刚才还要讲到319，刚才陈大佬讲说319，陈忠明在讲都是旧的，但是我听了。很多是新的，好，有哪些是新的？很多是新的，因为我以前所了解的是，几乎跟以前的调查报告是一样的。当初的侦查，哦，因为他们这个案子本来就有在查嘛，就是因为办陈水扁案子，所以有人摆下来啊，问的结果，问了很多东西，跟原先的319调查官方版其实都是一致的。那今天陈忠明讲说。有很多还有什么秘密的讲的跟原先有些不一致，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好，让那个好朋友陈忠明记录一下。这个哈，如果真的319，如果真的有翻盘的话，就现在很多公务员是违法的哦。很多公务员是很多证人应该要讲什么？要么就写报告人有问题，要么就是证人翻供嘛。不是，不是吗？有可能，譬如说，谁？你在证人为什么这么讲？证人如果当初是不是在自由意志下讲的话，就有牵扯到检查怎么给他施压的问题。比如说那个枪支，然后就给他谈条件啊，你这样讲的话，我让你走啊，干什么？就有牵扯到很多问题啊。这个知识体大，我告诉你，这个319知识体大。我认为我非常不同意刚刚沈大了，他把几个层次混淆。有些媒体有没有出版压力胡搞？这个当然是有了。可是我们刚刚在讲一个具体的，特别是比如像陈忠明这样的。哦不，那个我是分开的。对啊，所以你不可以把几个混淆，说什么大家晚上不要情绪那么激动，所以你对他们都很宽松的。大家为什么对陈忠明不宽松？就很简单嘛，像刚才讲说，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那很好啊，我们也希望给他们很大的办事空间啊。结果你做了什么东西，老板让误吧，又我那个一点点走，哎，搞不了，东西摊出来漂亮的不得了，大家都喝彩，人家会骂你吗？你今天整个东西还没到啊，时间还没到啊。但是讲他过去拍的时候啊，这个是这件事情过去整个特侦组给我们什么感觉？他们什么样的一个绩效？甚至都办案在民间之后，你怎么说？哎呀，他们我们你说什么外面的人里面说第一个是不是老百姓无理的要求？他们如果今天办事很有绩效，我们不是欧北吗？哎，稍马克行去盖都，甚至夸大，你可以责怪骂的人。今天他们是什么样的表现？我同意有些人是骂的过度，我都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太烂了嘛。你不骂到过度，你把做工十八台弄啊翘出来，你袂紧张嘛？你不要把颠倒这个是非跟后果。什么叫不够？什么叫过度？以你的为准吗？以你的标准为准吗？所以你又难道以你做标准吗？你看我都宽松，我都那，你看你做优雅，慢来几头啊？你讲，讲骂骂人要花力气的。今天是监督国家，是公权力的，再退一步来讲内外。像很多人，什么叫内？什么叫外？像易宏跟他是内还是外？我跟你讲真的，内还是外，我是不愿意讲太多了啊。因为陈大说，因为我们都是外人，我们都不知道。公开拍天爱。他今天到了国会殿堂，他本来面对民意就是应该该讲的讲啊。什么叫内跟外？所以有些媒体跟记者是监督他们的，不是帮他们这个护航的，不是帮他们放话的。要几个东西搞清楚。那最后回到这一点，我只讲一个。好，你今天回到特侦组这个事情，那今天开始翻盘了、啊。那以前老百姓，我跟你讲，319真有真相吗？多数老百姓的感觉是没有真相嘛。那我们一直骂，一直盯，你说很无聊。骂的人超过，哎，今天他自己证明他自己，他见到自己说，哎，可能有新的证据出来。我没有说对，国家过去在针对319的时候，老百姓什么感觉？我们看不到真相嘛，而且好像就要石沉大海了。要不是有人跟萧高一点盯一点盯一点龙，门家出来哦。我说少帮这些统治阶级讲话，我是不同意的。好，我们先来，我们现在接下 call in， 等一下回应好不好？